种好山好景的，我们在哪里呢？在哪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去参观。虽然觉得就是看起来就这样子而已，可是其实呢，很漂亮，很温馨，就是有一种很家里的感觉。我们就可以躺在这里，然后看着电视，然后还可以自己切电影。哎，这边还有两个音响哎。这边呢，这个是咖啡机吗？对。哇塞，好酷哦！它这个可以插的，然后你要煮咖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煮咖啡了。好，就是一样的正常的备品，有水啊，然后旁边的咖啡杯还是长这样子的。好有露营风哦。感觉不错，好像明天早上可以看得到日出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虽然就是这样子，可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投影幕了。我发现这个小朋友呢，他去玩了海洋公园，整个人卡关。我来跟大家介绍好了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刚刚其实进来里面哦，你有发现就是。你看它上头，很像露营车的概念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它的进来的地方，这个是出入口，进来的地方就非常的具有南洋风味。然后你看它的灯，也是露营灯，露营的它就可以这样照着。然后刚刚看到的房间，其实它就是四人房，很单纯，就是床。然后，而且我个人觉得它蛮棒的一个特色是，它脱离一般就是大部分床被套组，就是白色的，它有点灰色，带有点神秘色彩，我个人感觉还蛮喜欢的。然后来，我们来到了如厕的卫浴空间，好，它有对淋浴的空间跟。对，免治马桶，然后沐浴乳的部分，它就直接是以对悬挂在墙面上的。你就这样耶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先冲个澡，冲完之后我们就在那边泡汤，然后还可以就这样享受着洗完，那我们还可以去跟小美西聊天。哦，对，这一间饭店呢，它也非常时尚的，就是有小美西来加持。好，然后墙，我们洗手台，它不只是洗手台，它还有这个身体乳，提供了相当多完整的一个配备。就是这边，它就是你洗澡会用到的，跟洗完澡会想要护肤，它也会给你面膜。哇塞，享受。欢迎大家来到远雄悦来饭店，赞！哇，这根本就是小孩子的天堂嘛！这是什么？
哇哦，排队取餐。小美西，谁最美？当然是你啊，这还用质疑吗？小美西，我妈妈很美吗？美当然很美，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小美西，爸爸长得很丑吗？尚不支援此设备控制。不支援此设备控制。小美西，我很美吗？也太美。你很善良，所以你是美丽的宝宝。你很善良，长得很善良就对了。小美西，拜拜。帮您关闭荧幕，您可以同时按下麦克风键关闭收音功能。小美西，如果严白，差一点点。小美西，小美西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地址为花莲县寿丰乡盐寮村山岭18号。小美西，我爸爸长得很帅吗？主人更棒。你爸说我要走了。小美西再见。小美西再见。小美西，再见。拜拜了，宝宝最近真是变得懂礼貌了呢。